有明理的消息吗？没有。不过如你所料，你跟明理摊牌之后，他开始秘密的联系张长青。这是从龙生河搜出来张长青写给杜明理的信。 这信上什么都没说，都是些寒暄的废话。但也足以佐证，明理有反叛之心。王爷震怒，下令格杀无论。那张长青现在在哪儿？合肥庐江。那明理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了。是。放眼现在整个大清朝，唯一能救他的，也只有王爷的死敌李大人。 千万不能让李大人收留明理。我准备上一道密折，建议太后立王爷15岁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，入继穆宗，同治帝为嗣。如果王爷的儿子变成了太子，我相信其他人也会做出明智的选择。不，那王爷不是比从前？ 更加位高权重了。只有让他上到了这个位置上，才能让他跌得更快、更惨。啊，权重招忌，位高震主，下场必惨。想不到大哥也有如此心计。我呀。 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招牌师了。龙生河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封存，正在送往京城的路上。泾阳周边我都已经收拾停当，不会再有人问起这桩案子。至于明理，我给他安了一桩罪名，刑部已经出了通缉令，这次他是跑不掉了。我回京之后。 立刻给你请功，请功就不必了，这不过是我尽本分而已。对了，温先生，最近有一道上谕，我觉着有些文章。哪一道？ 是皇上给太后治理的上谕。明年正月初一日，朕恭议宁寿宫，在皇太后前行礼，王公百官均着于皇籍门外行礼，至一切筵宴，夜已降旨停止。是日，朕仍欲乾清宫寿贺。你琢磨出什么来了？ 太后感觉还在摇摆，并没有下定决心费力。嗯，赵大人果然心细如发。太后犹豫，难道还是因为洋人的态度？是啊，这事儿本来上半年就该有个结果，但是直到现在都还是个僵局。 王爷为这事儿也是夙夜难寐，催又催不得。但是如果不催，又怕被拖化了。我倒是有个主意。快说。宋朝的宋仁宗没有皇子，后来挑选了个能干的侄儿抚养在宫中。 后来接位就是宋英宗。嗯，这倒是个法子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既不得罪洋人，但是王爷想要的又都有了，只不过就是晚了几天而已。耽误几天总比现在这个僵局要好。这么着，你赶紧拟个折子，我带回去给王爷看看。 如果王爷同意，你就递上去。行。
找的人要找这么着，我看这陕甘总督的位置非你莫属啊。在花厅等您。谁？一位故人。故人？多日不见，你的书法倒是日渐精进了。张先生，想不到吧？张先生深夜而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？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，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啊。当年你我初识，也是在这么一个初春的晚上。正是20年前，那时候你是初出茅庐，而我正是踌躇满志。可是现在呢，你是风华正茂，而我已经垂垂老矣啊。在我看来，先生仍然健忘矍铄。白石啊，到现在你也不肯叫我一声老师，看来啊，你依旧对机器织布局一事耿耿于怀，我当年也是身不由己啊。白石，我虽然身为你的老师，但是我对你真心佩服啊！当年你果断地换了阵营，转投王爷门下。短短5年时间，你就官至陕甘总督。而有些人戎马一生，到现在也只不过是粮匡总督。哎呀，可叹我呀，跟随他们，鞍前马后，鞠躬尽瘁，到现在我是一无所有啊。不能这么说，想当年先生您也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甲午之后，因为他认定我对局势判断失当，处置有误，对我是日渐冷淡。但是在外人看来呢，他好像对我信任有加。然而他负两广，却把我留在了合肥，名义上是体恤我，让我养病，实则是早有嫌弃之心。只是有碍于我跟随他多年，不好开口而已。先生才华过人，不愁没人赏识。白石，不瞒你说，我正是为此事而来。这从何说起？放眼当今朝政，皇上虽然还是皇上，但是徒有其名。太后已经66岁了，驾鹤之期应该不会太远。等到大阿哥继位，王爷就是实权在握的摄政王啊。那又怎样？我听说王爷正在纳贤揽才，而我呢，6岁读韩非，7岁读反经，8岁我就读《资治通鉴》，9岁我就读《荣枯鉴》，
不说我王霸洪桐有所成吧，但是我也深谙权谋之术。当年李大人发迹，正是我从中运筹帷幄。先生阴阳互换、翻云覆雨的功夫，我深有体会。白氏，看在你我是师生的份上，把我推荐给王爷。我还以为先生找我是来叙旧，没想到是来谋职的。我也是为帮你而来。帮我？你看，你是中途追随的王爷，你纵然再有才，你也比不得王府出身的人得王爷赏识吧。王爷喜怒无常，连杜明礼这等与他关系十分密切之人，惹恼了王爷也是说杀就杀呀。你在王爷麾下乃孤身一人，万一有事儿，你连个帮忙说话的人都不用。你把我推荐给王爷，咱们师徒二人共同效忠王爷之余，有事儿咱们互相帮忙提携，等大阿哥荣登大宝，你我的大富大贵那就指日可待了。先生此话倒是说到我的心上，只是先生以前是李大人的幕僚，恐怕王爷难以信任于你。连山贼上山都得有个投名状，我给王爷也准备了一份他想要的礼物，与你也是功劳一件呢。是什么？杜明礼。杜明礼在你手上？他从泾阳逃脱以后，放眼天下唯一能救他的只有李大人，于是他带了一些东西找到了我。我觉得他应该是一张好牌，不能轻易使出。我就推脱说李大人公务繁忙，无暇分身，我把他稳在了合肥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一切倒是好办了。